弄好了，它的理由也是很严重，是一月七号。好，我讲，我们这行程也有那吉那不限，那吉那不限啊，还有这个不要每天固执书啊，固执书都是死的哦，不要讲全部往那关，不要碰火调鬼啊，还有冷气，有些碰火调鬼，有些老板不会做生意的人还有很多，我这样没有好研究 ，last minute 都叫我跟他做，我什么高唱歌没有啊、哦，我有去问，好，我有去问我的乡下。我有去问我的乡下啊，这些东西问了没有？就脾气而已啊，这几样东西我忘了东西在这边，我忘了东西啊，等一下啊，这些东西我有跟他问，然后我放哪里了？这里啊，这里他的，好，你看他的螺丝生锈，好，他的螺丝生锈。老板，你们要想清楚哦，不是讲完整线，看根本人家可以做出来也做不出，这个叫黄金，有看到吗？哎呦，黄金在哪里？这边看吗？黄金啊，这个你们要会理解，这两之前还是有做过了，好，去到哪里做我不用剪，我讲不用告，五分钟会休息走了啊，这两个严重也是很过滤，好，他哈啡酒哈啡酒，好，你不要讲完整线，他的理由有很多种，他忘了东西，我不敢跟你讲啊、哦。我有遮住一点了啊、哦。Aircon service normal， 哦，有放一点药水啦，哦。Expansion one， 跟螺丝。Air filter， go out new gas， filter layer， 啊 ，compressor way， power pan service， 啊，我有送他的东西 free， 古人 LED， 啊，这个 kilo km， 今天是几号啊？是一月七号，好、哦、笔还没有写到，好、哦，我想不用到五分钟，还会休息的。休息了就给你看啦、啊，没有开油，我、哦、冷气的东西会变化的，真的讲会变化，那么我要救它回来。啊，它里面没有洗，没有个拔夹、啊，我看是它的冷度这边。好、哦，这边，好、啊、休息呀，看吗？要几分钟？它那个时候。哇，喘气喘很过力，心脏面才一点化作，油没有黑啦，啊，油到这边，啊，我刚好摸这边，现在我的冷库还是进拉低那波线啊 ，yes， 还有很多进也进不出，我刚好摸这边，好、啊，这个你放心，你看我拉，你看有几多长，对吗？哇，有这样长，每个人不相信，看马哥这边，等下我一出卡机前，我们来看里面的冷库，好、啊，它冷库啊。我们马人所讲的，哦，你看，哦，现在这种东西不要去调，啊，你看轮毂几个毂还没有卡油，我送个东西给他，我不用紧，不管你是谁的亲戚也好，自己兄弟也好，亲戚呀、啊，谁呀、啊，朋友都是一样，不用个 A 声。哦，这个还没有个 filter， 我已经加进去啊，有个 filter， 你看人家弄得干干净净，不是吹牛的，啊，休息呀、啊。偶尔三分钟会化作，他那个时候是那个 gap 六固，哦，这个是十七固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我没有开完呢，开完啦、啊，他是怕这种温固有两个，早上、中午、晚上又不一样，晚上的温固更加冷。刚刚我有事啊，刚刚我有去跑了两次啊，过关了，第一次还不能过关。哦，最好不要调到冷冷哦，调冷冷，公司锅会化掉。它里面没有洗啊，它里面有洗是更加干净，看吗？好，不知道去到哪里个 Facebook， 看个热气龟卡 aircon， 为什么看到我？我哥没有吹牛啊，是你们俩前天来给人家骗。下几个四十有吗？这三十个过可惜啊，四十肯定有啦，哦。还有左车的冷固又不一样，和风又会进，它前面有加过一个风扇啊，前面风扇也是不搞好了，四十固已经有了，没有卡油，四十有了，我哥盖一眼啊，眼里几个背那个温固那个 gap， 我、哦、还会休息的，还慢休息啊，我、哦、马人所讲的，这个是马人的，哎呀，不知道几十岁进步，华人马人鬼要骗。他之前看过这个，我叫一个华人，他姑按摩器的，哦，他叫他帮我写，这个是我的，
啊，哈哥，你看我的温故几多故？那个 git 37，那个 git 21，这个那个 git 13，我这个猛一点，我这个那个 git 40，哦，这个是要正确，哦，温故就是这样子，不以其他人忍，哦，雷射我有横过雷射给你看，哦，这个雷射是二故，哦，这个是二故正确的，这种东西我们不敢去跟哦，你们要弄干净它，哦，给都可以按到这边。我们做人的高兴，哈、啊，也不会讲叫你阿公阿妈了，哦，更加好，他有做不用钱的嘛，亲戚我也是要加算个哦，我有本事拿到这个钱，我有本事做个高的东西，哦，没有那么容易，恭喜各位没有个八家，哦，他前面有一只风扇，给你看一下，他前面这只风扇，哦，他走了要回休息啦，哦，这个没有卡油啦，我还有最后一点，我要出了卡机前。把你更加容易休息，然后风，它风扇要找一个比较好的风扇，啊，零两马上休息，啊，零两休息呀，我不要个五分钟，因为我们风要进，哦，有些公司呀，为什么我不要给你们枝干，给你们枝干，你们是学不够加功夫，为什么？有些公司也就没有这个蒙巴忘掉，全部给它进贡，因为它进贡进到一半，这里是进一半哈，零两。这么好一家容易停啊，理由是哪里？和风扇不够力，一加了风扇就不会坏掉，不要每天口难话故事说啊，有些东西我送给车主你们不知道，这个是送给他的，他之前故意做的，他不要看到我已经做出来了，然后你看他文够几个够啊，零过一次，然后他那个时候是没有的啊，你看啊，跟跟跟跟，哎呦很沙一下，这是可以够沙哦，要磨砂面，我这边看看有这样缠啊，看吗？啊，这个叫冷气的温故，不要靠机器里插个，到现在5年、10年、20年都没有个改变，为什么？是你们学不干，拿机器里插个发信，老板发信不用靠人工，全部都要靠靠机钱，只是需要会进步，我都不知道，不管细胶木的苦苦也好，我留后的苦苦也好，什么搞我都做过了。你要索罗告车主做几多钱嘛？姑姑做了2-3千，然后车主马量2000多，我工钱1000多块，他做个5-6千，索罗告他用了4年了，车主有借来给我看，没有这样好做人气，然后要看新一点去做，没有个工期，然后还有最后一点那个卡背，卡背是这样子，不要每天讲卡进去，哎，有些工期不能给你看，离我远一点，哦，卡背卡进去，卡背要弄干净它。哦，他有那个飘哥，你看，啊，就谢谢你们了哈，不会，请找一个人会做的来给你看，哦，你要做的时候要通知，哦，你讲公司要换，我加秤都没有，有办法做，啊，这是我考哪个厉害，哦，我测的时候我是用这只测，给你看一点点啦、啊、哈、哦，用这只测，加秤又没有，他们讲不能换，要换整线这个，看看嘛，给你看一点点。这个有就有办法测了，啊，他们讲要换整线，哦，他们学了不能进步啊，有没有办法？哦，还有那个风扇啊，哦，这个东西啊，时间到了又要快快做，哦，有作用的。有些东西没有，我已经做出来了，不是吹牛的啊。还有最后一点，有些车主所讲的有换东西没换东西，我做就记录的，看到吗？啊，有钱买螺丝哎，不是没有钱买螺丝哎。啊，有些东西会给你看那么多，然后这边是没有个看，哈、啊，你要有给钱，你又个看，到时候我将您指下去，很满意，我就要过来了哦。A B C 给他选择 ，A B C， 哈、啊，这个价钱你们不知道，他不止做几样，哎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七样不止七样哦，他做10多样哎，我全部给他遮掉，哦，我怕你们看到协会。哦，你们不会做冷气吹牛啊？啊、哦，吹牛最厉害，卡机钱没有卡机钱的，你不相信？哦，我叫乡下的人去我大地方城市这边叫几辆过去上去就好写了，到时候大小地方给我指路一条。哦，像经济风暴没有的做了全部。哦，我这会我有经验，我也不怕你们。哦，每个不相信我讲的东西哦，要慢慢培训出来的啦，不然我们生了 baby 出来，哇，做完地窑哦，不用做，不可能啊，也是要学出来的东西，靠手工，然后所有各高的，哇，刚刚测那个
牵涉各个思想问题了哦，很满意啦，哦，也不相信我拉这边，拉过一轮，这边里面看一下，啊，有这样惨哦，很满意。